温煮细汉就学台语，台湾是伊的故乡。听着你要来吃，阮阿公逐天困袂去。伊讲欢喜啊欢喜，台湾就要出头天。阿妈讲，你实在是做工时，伊讲唔甘啊唔甘，你替台湾做遮济。实在予人真唔甘。你讲你要做诶，是为着来？是为着阮囡仔诶这一代。所以阮要甲你讲，感谢感谢，真感谢你所做诶一切。台湾第一女总统，欢迎你来澎湖。台湾第一女总统，蔡英文。哇，不赞哦！台湾领导不赞哦，来跟我台湾发言者，台湾，加油！台湾，加油！蔡英文，当选！蔡英文，当选！哇，大家好，好自在。Let's go.